大家好，我拽哥。前一阵啊，我回家，然后给我妈呀，带了两管牙膏，啊，送给老妈。妈呀，是我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你给的，你给的，不是我，行了吧？你就不是我说，就你有那心吗？你不是说你不孝顺？就这事儿你想得到吗？对，想不到有可能啊，还是得儿媳妇想得到。然后呢，我儿子一直也用啊。在之前啊，是他嫌弃我，他老说我嘴有口气啊，说什么那个，说是那什么像什么似的毛子味儿。然后我就自我感觉啊，我说我以前年轻的时候那嘴香着呢，是吧？你老说甜着呢，香着呢。去，我啥时候说？然后我就自我感觉啊，就是不管男孩女孩是吧？就从18岁到28岁吧。我不知道是年轻的缘故是吧，就是年轻的时候分泌的那种菌落没准是纯净，有益菌，有益菌好。对，那阵人也不抽烟是吧，也喝酒少。你咋不抽烟？我就说这意思，没准那阵受污染少，越来越岁数大了受污染越多了。去但是我这个我已经戒烟6年了啊，我就基本不抽烟，就喝点酒，偶尔喝也是，但是他都说我这个口腔有口气，你自己有味儿啊！对对对，你自己都说你有味儿，你自己说有时候你这，他这是挺臭的。我儿子也是那小嘴儿，我跟你说吧，臭比我这还臭。哎呦，自从他呀，就是他我媳妇儿给我推荐这两个牙膏啊，早上我就用这个，晚上我就用这益生菌这两款牙膏，立马就改善了。为什么我给我老妈给送过去？是吧，太好用了。然后我儿子也跟我说爸爸最近我这嘴还真是不臭了啊。然后就是早上用完那个呢啊，它有那个去黄的感觉，因为我已经6年不抽烟了，但是我这牙齿去年洗过一次啊，洗过一次呢，后来是吧也不能老洗就对这牙龈不好是吧，不是就是牙齿更容易敏感，对，老洗牙松动啊，脱落呀，牙神经啊疼啊是吧，嗖嗖的呀感觉不好。但是自从他给我推荐的牙膏，我用完这牙膏之后啊，感觉牙都白点了。对，大家看看牙白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吧。我长这么大，就是去年洗过一次牙啊，我牙本身有一点点黄，但是后来我用这个，就这些日子，特别明显，您知道吗？特别明显，牙黄也去了，然后口腔也特别舒服。紧跟着他过前又给了我这么一个益生菌牙膏，等我晚上头睡觉的时候用，哎呦，我就感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牙里边，就是说嘴里边啊，首先说嘴里边口腔里边它没有那种酸臭味，没有了，它是一种清新的，然后一种美白的啊，特别口气清新，接吻的时候再也不用考虑说这个再也不用考虑这个有这口臭这感觉，这点挺好。我可没给你接啊、哦！我就说这意思啊！别瞎说，我不跟他说。是啊，就是年轻小姑娘的嘴都是甜的，这我都知道。去，你知道啥？不是，我说的是你。还年轻小姑娘？我说的是你，就是现在咱们这岁数，人到中年是吧，也得把这个牙齿里边这口腔卫生是吧，用好这牙膏，早上用一个，晚上用一个，真能改善。他都这样交叉用。对，他说都好用，不知道是哪好了，所以他自己研究的，早上用一个，晚上用一个，是特别好用。然后你赶紧给妈说让我再给他弄几管。上回给买的肯定没用完呢，因为是一人一管，然后等到下次去再给拿。是妈跟我说了，那昨晚打这我还给大姐一样备一管呢，觉得用着都挺好的，是吧？都得全家全都那个，口腔都得健康起来，过些日子等回我们家。给我弟媳妇儿，我弟弟，我爹，我妈，一人弄，行，配全都配齐。那你赶紧送给大姐啊！刚给大姐拿过去了。对，就是甭管是老爷们儿还是女士，是吧？就是用完这个呀、啊，就最起码的这，你不是说到人跟前儿，或者别招自己都受不了，甭说别人。真是，说实话，有时候有口气跟人不好话的时候挺尴尬的，别人说也不是，不说也不是，真的是。对对对，然后您呢，多喝这个春季多喝开水。配上这两款牙膏一用啊，拽哥推荐的避暑精品，真的就是我都试验够不够的了，太棒了。啊，想着想着妈那事儿啊，放心吧，这事儿都不用你想。好了，
因为好多人找我知道吧，给我发私信啊，问我怎么买呀，什么牌子呀，这个那，今天就给大伙分享一下啊，确实是好用，确实是好用，好用，而且这个我就觉得，尤其是这个，你们觉不觉得颜值非常高，特别特别漂亮，当然，漂亮的基础上功能是最重要的。对，我觉得颜值放一边，对，就是主要功效，两者兼得不是更好吗？你用着时候都赏心悦目，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反正我每天早上喜欢刷牙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心情特别好。你们要不信啊，自己你可以少买，嗯、一样买一管，您自己回去试试。但是跟你以往的普通牙膏，您互相刷完之后，这两款您感觉保持的口气清新长，还是你以往使的口保持的好，是吧？嗯、见证比较是最重要的、嗯，对吧？好不好用，就是大伙自己做一个评判，要好用给我打好评啊。就是挺好用的。对，嗯，好嘞，嗯，拜拜，先送给大姐啊，嗯，送拜拜嘞，好嘞。啊，给大姐的，大姐已经单独放着了，准备拿走了，准备试试好不好用，肯定好用，好嘞。